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一个双曲线标准式是这个呀，且其中有一条渐进线哈，它的斜率是 m， 那 m 呢是介于0跟负一之间，那它要求 k 的范围，哦，它要求 k 的范围。好，这怎么做哈？首先呢，这两个哈要同号。哦，因为这个双曲线的标准式就是 a 平方分 s 平方嘛，哦，减掉呢 b 平方分之 y 平方，啊，等于这个正负一。哦，这个的话要跟这个要同号。哦，如果呢这个跟这个如果一号的话，这个的话是负的时候负得正的话，有可能变成无解或是，哎，那个是椭圆。所以这两个的话呢要同号，也就是说哈，也就是第一个条件的哈，这是 k 平方减 3k 加4乘以多少呢？ k 平方减 2k 减3，这要大于同号。啊，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说哈，它的那个两条渐进线哈是哪两条呢？是这两条，满足呢这个方程式，减 3k，哦，这个等于0，哦，就是它的两条渐进线，加4分之 x 平方减掉多少呢？ k 平方减 2k 减3，哦，啊，分之多少？分之这个 y 平方，啊，这个东西的话，哦，等于0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我们先来看哈，第一个条件哈，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它恒大于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判别式哈，德塔呢是等于多少呢？ b 平方减 4ac 嘛，4乘以1乘以4，这小于0，所以这恒大于0，那恒大于0就约掉嘛，也就是说这个大于0，这个大，也就是这个大于0啊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都它都大于，好，那这样也可以会换了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，就 k 减3，啊，乘以的话 k 加1，这个大于0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它有个范围，就 k 大于3，或者 k 小于负一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呢知道这个都大于0了嘛。啊，你解出来以后的话，哈，就什么样的什么样子呢？就这个样子。我把它给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就 k 平方减 3k 加4分之 x， 啊，减掉呢 k 平方，开根号，减掉 2k 减 3y。啊，乘以多少呢？ x k 平方减 3k 加4，啊，加上多少呢？ k 平方减 2k 减3 y 等于0。好，那就是说这个等于0，或者这个等于0，有两条渐进线。好，那这两条渐进线呢，这个 m 哈，分别多少呢？分别是一个是正的，哦，这个斜率是正的，正的多少呢？哦，等于0的话，移过去的话，斜率是多少呢？就是 k 平方减 3k 加4分之多少呢？ k 平方减 2k减3，哦，这个的话是这一条的斜率啊，啊，这个是负的。好，那现在的话那因为它斜率是负的嘛，所以应该去取这个了，也就是说斜率是多少？是负的哈，根号 k 平方呢减 3k 加4。哦，因为它要求斜率是介于这个范围嘛，所以是取负的。
哇，这两个都是正的。Kevin 啊，减二 K， 减三。那这个哈，它是小于，啊大于多少呢？大于这个负一啊。哇，小于零，大于负一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把它全部乘以负一，就变成多少？一大于多少呢？大于根号 k 平方减三 k 加四，然后那根号呢 ？k 平方减二 k 减三，大于，啊，全部给它平方，平方以后的话哈，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一大于多少呢？大于这个，哦啊，这个大于这个恒成立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用讨论了，因为这两个都是什么？都是正的。这个多少？这个是 k 平方减二 k 减三 ，k 平方呢减三 k 加四。好，那我把这个呢移过来，移过来要是零，大于多少呢？通母以后是 k 平方减三 k 加四。它问多少呢？这个减上面这个啦，一减上去又是负 k， 啊加多少呢？这样加七呀、啊，啊这小于零，好啊，因为这个大于零嘛，所以是变成是这个要小于零，哦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大于零嘛，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零哈、哦、它是大于负 k 加七，那也就是说 k 哈、哦、它必须大于七呀。然后把这些哈联立起来，我联立起来取交集，我取交集哈，哎，这是零嘛哈，啊这是三，啊这负一，啊另外这个是七呀、啊，七在这里，啊这个的话呢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啊，大于三，或者是小于负一啊。啊，这个呢，它是大于七，哎，我看哦，这个是多少？移过来的话，哈，变成这个，减上去的话，哎，这个的话呢，嗯。我看哈，这个小于负一嘛，哈，大于负一，把它全部乘以负一的话，变成这样子，平方以后，大于它，哦，没有，移过来的话，哈，移过来这是减的。是这个东西减一才对的，所以这个弄错了，刚好颠倒过来，这里算错了。我就是说，这零哈、哦、它大于多少呢 ？k 平方哈、哦、减三 k 加四 ，k 平方呢减二 k 减三，啊减一啊，哦一移过来，这样才对，刚好插个负号。k 平方减三 k 加四，我刚刚算错了。通母以后就这一个哈、哦，减这个，上面减下面。刚刚我把它下面减上面是错的，一减下来是这个减这个是 k， 这个减这个是负七呀，负三减这是负七嘛。啊，这小于哦，这个东西小于，啊这大于嘛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，零大于呢 k 减七，也就是说哈、哦。k 它是小于7的，七移过去，七大于 k 的，我 k 小于七，那我现在呢把它给联立了哈，这个取交集，零，啊这是三，这是负一啊，然后这是七，好啊这个呢它是大于什么呢？大于三啊，或者小于这个负一。啊，跟它取交集，这个是，k 小于7，
小七就这个。然后取交集的话就这一段，它、跟什么呢？跟这一段，这两段，所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 K 哈、它是小一负一，或者什么呢 ？K 它是小于七，啊大于三，这个就是它的答案。小于这个负一嘛，或者 K 介于三跟七之间。